他昨天一直没回你微信啊？对啊，你说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么大一个男人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不是事儿，是有点蹊跷。是啊，一直没回啊。是。是你啊？是我怎么了？开会了。开会？谁要开会啊？当然神秘啊，没跟你们俩说吗？ 这位是安助理。大家好。接下来他会接管田林所有的业务，代替我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回绿川了。我要回绿川接管执行总裁的职务，所以我可能会特别特别的忙，没有办法分身，继续陪大家走到最后。但是我特别感谢。 这段时间，我们共同所有的经历，我们所有的回忆，在一起所有的成长。即使现在的田林少了我，也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都垂头丧气的。 沈总之前不是说了吗？在田林待不会超过一年，现在就是提前了点离开，而且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他还会随时回来看我们的，对吧？大家要不先去工作吧，我和田院长单独聊两句。 你先带卡罗回去吧。你当他们面还叫我田院长，搞这么正式？你刚才也太严肃认真了，把大家都吓着了，以为你要告别呢。你昨天晚上几点回家的？都没回我微信。你怎么了？ 我想散下步，你陪我一下吧。好。